如何定义理想？理想之物，至简至真，赴万物，无尽风华，与世界无限想象，世界万物，每一物皆能经典。经典自岁月中沉淀，从无到有，到至真，一门一窗，皆至真品，以经典见证理想。从碧玉的颜到生活之美，有朝阳作伴，与星辰同眠，倾注佳境，思想雅致，以理想品鉴境界。从求索到创新，到无限可能，走出已知，追寻未知，从一道屏障到心安归处，任波澜起伏，看万物坦然，仰止无惧，四时皆安，以境界灼见世界。从四面为合到敦敦守护，自无尽求索，温暖生活每一程芬芳，技术温柔，远见人文，守护世界从家开始。关一扇窗，护一个家，一合全防护门窗。